实际上最简单的方法呢，如果说想制服对方，所说的同攻进取，就说双方进攻的时候取最近的路，对方一伸手过来，一撤步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，就说对方向你伸过来抓的时候，同攻进取，一锤腕，一下子对方就制服了。所以说这个动作很简单，我们慢慢的做一次看看。就是对方伸手抓的时候，你呢起手先抓住他的手指，而用另一个手马上抓住腕子，抓腕子的手是往下，啊，有一个这个劲，看到没？我这么悬顶往下拉，这一腿呢，这个右手旋转往上拧，看，用手一下这个姿势。